杜大曼，杜大曼！哎，露露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要去水里找我的好朋友小丑鱼，但是我的身体里都是气，下水会浮起来的。啊，这可怎么办？所以我们需要一种交通工具，载我们去水下。什么交通工具啊？这种交通工具叫潜水艇，它长得就跟鱼一样，里面有可以载人的空间，还可以在水里到处移动。有了潜水艇，我就可以见到我的好朋友了。好的，交给我吧。嘟嘟当，嘟当嘟当，变身成功。对的对的，这就是潜水艇。嘟大曼，你太厉害了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出发吧。